九月四号起得一个大早，看我比平常上班还要早哎，真的，要超夸张了，12:30，看超早的啦。不过没关系哦，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今天开这个日本和牛，前面就是我们那个年过四十多余的中年男子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前往会场，这样。我们今天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有没有选美的地方嘛？我现在就把几台开起来比较帅的车子拉出来。刚刚会介绍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们就从进站的一代开始看一下。它这台应该是算是直线设定啊，但它也会拿这台来跑山，整天 NA 是不会改 NOS 问号。看一下它的非常帅的排气管哦，超大一根的。前段是按照我的尺寸做的。什么的尺寸？绝对啊！哎，再来看一下这个，蛮帅的一台三代战，他改了一个我以前的梦想，双碟，蛮紧绷的，蛮紧绷的。然后车主在这边，他刚刚很认真的在擦车，所以这台车我特别认真介绍。你这个引擎是打多改多大？看起来超大坑的，70/720。你喜欢改这么大的男人吗？好奇怪，我也太敷衍了吧。我们先看它的直喷，哦，这个是双喷呢，两支喷油嘴哦，一般的喷油嘴，两次的意思。哦，安奈啊，安奈啊，奇怪，又你的问题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简单明了。整台车最帅的地方，可以接受吗？还可以接受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所以啊，很赞。好，那我们旁边这台就是极恶战士团，听起来很中二，对吧？对吧？团长在这边呢、啊，你下面有穿裤子吗？要看吗？好。那我就带下他的车，他的车其实之前都有看过几次，那这次有做几个更动哦，矩阵式的鱼眼，这个手工做的，镂空的、欸，镂空的，后面是卡泵背，会进水吗？不会，这是极恶战船的新 logo 啊。对啊 ，Evil WRS 战士的意思，然后后面这个 Olinx 的 TD 叉，速可达最贵 OB 阵，蛮帅的。这台引擎改多大？6-7000，然后直喉双喷，直通管，对，红通喷，扰民啊，欠炮，坏邻居。那在这差不多介绍到这个部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老鹰传动的老板挥个手，他原本是 TSR 车手，对吧？现在就不是。对，现在不是，不是名次不好，是。对呀、啊。介绍一下这个老板，他原本是 TSR 车手，那把他的比赛的坚持带到他的产品上面，对吧？没有错。对。那我们的万史大哥 ，Hello， 嗨，他的 Force 非常的帅，你的 Force 有来吗？哦，现在是2.0了。对啊，小改小改，改的也蛮帅的。像他自己都有出这种还蛮酷的改装品。这台会改啊，万维灯吗？应该换台车吧。换台车要改。OK， 那我们姚大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没错没错，你要介绍吗？我帮你。那你介绍我的车。车，赞。干，好烂哦。